回廊亭因爆炸引起的大火不久被扑灭，警方迅速查明，爆炸是由汽油瓶在微波炉内高温燃烧所致。现场有两男子，一死一重伤。 等等，有人指认，说高子健是这次绑架案的主谋。不可能，这完全是凭空捏造，不可能。为什么不可能？因为他是我儿子，我了解他，他没这胆儿。别忘了，包庇也是犯罪啊。 我儿子我最清楚。你说他打个架泡个妞偷鸡摸狗我都信，绑架这么大的事儿，他干不了，他没这胆儿。有件事情你知道吗？嗯，高宏志和李思璇，他们很早就在一起了，被你儿子知道了。案发前呢，他们三个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。不会吧？ 我和萱萱，这是我们之间的私事，现在是案件，你最好实话实说。我们之间的确有感情，有人指认呢，是高子健绑架了所有人。 你作为他的未婚妻，你认为呢？我跟他一点都不熟。你们都快结婚了，怎么不熟呢？高家的事儿，真和我没什么关系。虽然在绑架前是你报的警，但易容这件事是很危险的，你明白吗？ 江远兴坦白了借用谢灿身份返回江阳的原因：第一，他需要迅速解决红叶的董事长之争；第二，只有谢灿董事的身份能让他接触红叶内部资料，查清七星镇水灾真相。原来当年高广义岳父高建国不顾高家所有人反对，决定延迟搬迁红叶老厂，结果此举间接引发泄洪范围扩大，导致七星镇被淹；第三，他想知道。 回廊亭大火的真相，具体带到哪儿，我感觉应该还在回廊亭吧。我一直戴着眼罩，头顶的灯应该是亮的。你们看看啊，看看，看看，再给我打的。很明显，就是高子健，高红杰养出来的好儿子，专知道坑自家人。警察同志。 我是受害者，什么意思啊？看我头上这些伤，看看，被人打的。谁打的？我怎么知道？我现在知道的就是我挨了一闷棍，我是受害者。你老实点儿。 石队，他打我。喂，石队。经过药检，所有人只有你醒着，没有被药放倒。为什么？石队，这事儿真不是我做的，相信我。那我现在给你还原一下你的犯罪经过。 遗嘱会前，是你给所有人下了药，对吗？林经理，来给大家上茶。哎，
你怎么了？你把李思轩和高洪志放在一张床上，是想拍裸照来威胁他们。如果高洪志因为丑闻引咎辞职，你就能顺利地坐上董事长的位置了。所有人手机被收，监控被提前关掉，服务员被清场，所有电话线都被提前的拔掉，所以我有理由相信现场不止一个人，还另有其人。是你的同谋呢，还是皇军在后？你什么意思啊？高子健，你很可能是被人利用了。OK， 是我告诉你，案子发生到现在已经是个命案了。谁死了？我爸妈没事吧？所有人都在一个房间，而你是在另外一个地方被找到。我知道了，是程程，一定是他，我有证据。嗯，程程，他这次回来是找林正辉报仇的。你和高广义是亲人关系吧？我承认，在我年少无知的时候，确实曾经走错了路。但高广义对我也不怎么样，我付出了那么多年的青春，对他有些怨气也是正常的吧。毕竟，我再怎么全心全意，也是没名没分。甚至他在他的遗嘱里面，连我半个字儿都没提。你知道吗？高广义在暗中寻找私生子。你知道，所以你才策划了一个巨大的阴谋。江远新弄错了陈晨的身份，这是你趁虚而入最好的机会。什么机会？控制程程，侵吞高广义所有的遗产。史队长，您不要拿这种话吓我。我要是像您说的有这么大的野心，我能默默无闻20年，现在才爆发？你选择这个时候爆发是有原因的，是因为有人等不及了，而且我还知道这个人是谁。你为了他不择手段，费尽心机。认识吧，这是他的日记本，他有写日记的习惯。他就是你儿子高林，不过现在他已经不在了。你胡说，你别想骗我。我能骗你什么？是关于高林的死讯吗？恐怕还有一件事情你不知道，高林也是绑架爆炸案的真凶。你说什么？高林所做的一切只是一个障眼法，他唯一的目的就是杀死程程。他为什么要杀死程程？因为只有程程知道，到底谁参与了回廊亭纵火案。这个嫌疑人就是你，林正辉。高林为了你，他的所作所为简直令人发指。你以为你们所有的计划能瞒过警方的眼睛吗？法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任何人都不例外。任何人。
高凌，在准备作案之前，也许是有所预感，所以他在日记本上写下一句话：“一切都是我的错，原谅我，我最爱的妈妈。你为了自己的孩子，不惜做成这样的事情。”林正辉，你想过没有？你所做的一切，真的是高林想要的吗？准备用药迷倒所有人，高林暗中看到了这一切，所以他决定利用高子健绑架所有人。不过这都是高林的障眼法，他真正的目的是要杀掉程程。你说的真信，我不信。程程是回廊亭纵火案真相的唯一目击证人，是你把他送进了江远新的房间。程程不死，你随时可能暴露。高林在与程程搏斗的时候突发心脏病，情急之下他引爆了汽油瓶，试图与程程同归于尽。爆炸案的主凶高林，男，今年19岁。他是红叶集团前董事长高广义和他的情人林真慧的私生子，他患有先天性心脏病。林真慧他俩曾经远赴海外求医，后续巨额医药费并非他们母子能独立承担，因此高林的合法继承权是林真慧母子生存下去的基础条件。就因为林林的身体有病，高广义从来没把他当继承人看过。从他让江远新去找程程的那个时候，我就明白了，在高广义的心里，程程才是他的亲生儿子。他不就是那么冒出来的一个野种？他从哪儿冒出来的？凭什么呀？啊！我不甘心，我就是不甘心。程程，他是江远新找到的高广义的私生子，后来成为江远新的男朋友，也是另一个受害人李浩的室友。我们调取过通话记录，高林假扮神秘人，在很早前就跟程程有过接触。林春给您电话了。你是谁啊？你不用猜，我是谁。程程和江远新越走越近，林真慧开始着急了。我上次推荐的调查公司，你可以再试试啊，那个小伙子很靠谱。林真慧推荐的大风调查公司的对接人就是高林。程程的背景调查有进展了，根据一个放高利贷的混混说，程程有一个父亲叫程大伟。我不会隐瞒的，这样是不对的。林成，听我的，你才会得到你想要的。陈大伟受到腾俊的蛊惑，去找了程程，和程程在江边发生了激烈的冲突，这一切都被高林看到了，所以
你们认为自己的机会来了。我愿意说出一切。他就是你的亲爹，就得是你亲爹。人家真不是。妈，我现在就得去跟程程和程大伟他们闹矛盾了。你见机行事，我们一定要拿到程程的把柄。我知道了。是你的就是你的，谁也不能抢走他。我就不信了，把证据放在高光仪面前，他还能无动于衷？别忘了，你才是他的亲儿子呢。好，他们是有钱人，他们是有钱人，你得认。能不能别说这些？你得认，你得认的。啊！有些东西不是咱们的，咱们就不能要。这辆车你也拿去卖了吧。小心点儿，你也小心点儿。你谁呀？想干嘛？程大伟，你就是程程的亲生父亲啊！啊！你想干什么吧？你不知道吗？一个有钱人找到了程程，他要认程程做儿子。我知道，你不是汤总派来的，你是高家的人。唐俊找过你？怎么了？他给你开什么价码啊？啊，找你想干什么呀？不告诉你。你最好乖乖的配合我，否则我就杀了你。你这是威胁我，我看出来了。小子，没学会打人吧？打，打呀你！别逼我！我逼你怎么了？小子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老子走江湖的时候，你他妈还在尿床呢！你把口罩摘了你！啊，小子，啊，你想干嘛？你来呀，长头鹿尾的，你算什么英雄你？小子，你想干我？你不干我，老子干你！啊！妈，我把程大伟也杀了。林林，你听妈妈的话，你别慌，接下来的事儿，妈妈会处理。好吗？
谁也不能伤害你。你要承担什么后果啊？哎，高林，你是疯了吗你？你知不知道杀人要偿命的？你就算是过世，你这辈子你都完了。玲玲，妈妈怎么能让你这样？不可能的呀，玲玲，啊！你是妈妈的宝贝，你还那么年轻，不能毁了你啊！妈妈这一辈子最不后悔的事儿就是有了你，妈妈一定会保护你。从高子健身上，我明白了一件事：父母对孩子的爱不能太过分，否则就是捧杀了。那时候我就知道了，只有我能救自己的孩子，他只有我，我也只有他。这是一场大梦，人生几度秋凉。没事啊，慢点啊。林昭慧在蜡烛里动了手脚，她打算迷晕程程和江远欣。你如果一会儿醒了，你就吃一点啊。喂，李浩先生吗？啊。是江总让我来接您去回廊亭的，上车吧。辛苦你了。当天李浩和程程分手之后，直到深夜还没有醒酒。只要是威胁到玲玲继承权的人，全部都要清除掉。林昭慧想把两条人命都嫁祸给程程，他想误导警方相信是程程在杀人之后又伪装成李浩返回了回廊亭。我可以解释。你出去。没事，对不起，我可以解释。你出去。江远欣把弄错私生子的秘密告诉了高广义，所以两人一定会发生争吵。林昭慧打算利用这一点，让人相信是程程在失手杀人后毁尸灭迹跳江身亡，与淹死的李浩形成闭环，死无对证。最终以李浩身份进入回廊亭的人是高林。高林在房间门口侧身挡住了监控视野，让人看不到开门的动作，误以为门是江远欣开的。进门后，他先是归还了江远欣的手机，接着他扔掉了蜡烛和程程的衣物。但这个时候，程程却醒过来了。
在乎有没有爸爸的关系，我有你就足够了。如果我下辈子我还想当您的儿子，但是我要健健康康的，给你争气，让你高兴，但这辈子。 两天过去了，程程还没有脱离危险。江远兴的内心无比愧疚，对于程程现在的结局，他有着无法推卸的责任。人世间最大的悲凉，莫过于对抗悲剧的结局，仍是一场悲剧。 你瘦了，哎呀！你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糊涂？干出这么要命的事儿，那红叶不早晚是你的，你急什么？
你别总说我。我变成现在这样，不都是因为你？你说什么？什么因为我？我就问你一个事。高洪志和李思轩，你是知道还是不知道？你看，我早就知道。妈妈不想告诉你，那是有原因的。你和轩轩。不是也没什么感情吗？我是想李思轩，但你是我妈呀！你是我妈，你怎么做的呀？没想到，京镇那边的材料是你亲手送去的。藤君，你到底知不知道，这几年电亲王害了多少人？作为红叶集团的最高负责人，我归鸿鹄做最大的资源倾斜。去忙吧。队长，你们到外面等我。好。我知道你不想说话，但有件事情我还是想跟你聊聊。程程，你知道吗？死了那么多人，你还活着，
其实活着比死更难。为了李浩，程大伟，你得继续活着，毕竟还有人在等着你。你是程程吧？我叫江远欣。喂，老师，这里有一个坏阿姨想要泡我，但是被我拒绝了。老你们这儿能不能指定洗车工啊？我要他给我洗。你有完没完？我有爹，我不想再认爹了。脏了，扶一下。我跟你说，慢点！我儿子要出什么事儿，我非揍你进去不可。只要把孩子生下来，就配当父母了吗？你看，身边有了缝隙，阳光才能照进来。生日快乐！还有礼物。95年12月1号，不就是今天吗？是你过生日送个气球也真是太敷衍了。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把这气球摘掉啊？纪律也太差。不行。你们真的没过好。程程，你是不是喜欢上我了？我当老板，我给你当老板娘。这是我的卧室，啊，不能进去，任何时候。那我是不是住？你住那边。以前家里的老人说过，家人不在了，就会变成天上的一颗星星。星星，以后每年你的生日，我都会陪着你。我爱你，远欣。我也爱你，程程。向远欣，你对我说那些话，你对我那些好，都是真的吗？除了这件事情，我从来没有任何事情骗我。我也想相信你，我还能吗？你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你知道我最在乎什么。可是你将我的尊严和自尊踩在了脚底。明星，好喜欢你，明星。我永远不会让你受到伤害，我会永远保护你。
在将七星镇水灾资料搜集完毕之后，江远兴将他们上交给了有关部门，以协助对当年真相的调查。之后，江远兴选择从红叶集团辞职，正式开启人生新的阶段。程程先生无法出席，江远兴女士确认出席，那咱们开始吧。条件已经满足。高广义先生声明，他名下的所有财产，以及他掌握处置权的红叶集团51%的股票，将全部打包托付给红叶集团家族信托基金。遗嘱正文明确了自己全部财产的60%将会陆续捐给社会慈善事业，余下的40%将会按照高家的家庭进行分配，比例如下：高洪杰家庭占30%，高洪志35%，高诗耀30%，程程，通过 DNA 检验，确认是高广义先生的亲生儿子，他将获得高广义先生遗产的5%。你和高董的 DNA 鉴定报告出来了，高董是你的亲生父亲。之前江远兴送检的剃须刀确实是李浩的，但上面也有你的 DNA。程程先生已经决定将他的5%全部捐给洪湖慈善计划。这是我们猜测的天桥。对呀。我们再玩一次好不好？什么？
听见了。你听见什么了？我听见你心里想说的话。我心里想说什么？你心里想说的和我想说的一样。我永远都不会分开。我们在一起永远都不分开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想分离。